好姐妹已经喝多了，已经睡在沙发上，但那个男的从头到尾都一直对我毛手毛脚。我到后来我跑去包厢的厕所扶起来划手，我就一直隐忍到他们后来结婚，我都没有。他就这个要怎么讲？自己去讲啊，很容易中心电视。对啊，那我不讲也能够理解，因为他朋友就很说你自作多情。对啊，那如果我是往脸上贴，那绝对是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